有山海景色，又邻近学校。黄竹坑金宝花园呢个682尺单位，最特别嘅系充满风水布局嘅用色技巧。白加蓝嘅主题颜色，原来同户主五行命格有关。佢需要嘅咧，五行系金水，所以你见到我而家蓝色嘅设计咧，都用啲金水嘅设计，譬如有啲冷色啊、蓝色啊、白色啊为主题嘅。厨房又红又绿都有玄机噶噃。喺风水学上边咧，厨房系属火嘅，咁所以咧我地板咧嘅颜色咧我采用绿色，而橱柜门咧采用红色，咁啊取象系木火通明嘅意思，系木生火嘅意思。好嘅咧，一个就系业主嘅工作间啦。客厅侧边玻璃间隔嘅工作间，白色代表金，黑色代表水。睡房最特别嘅系衣柜里边有个鱼缸。我而家企紧呢个位置咧，系整间屋里边嘅财位，亦都系今年流年飞升嘅财星。咁我嘅建议业主咧就养一条花罗壳，可以招财嘅。设计都顾埋风水，唔想上镜访问嘅业主都觉得好满意。令到我哋即系两公婆都住得开开心心。